谢谢鸟蛋同学。哎呦，给你，哎呦，王经理的同学，有没有很荣幸啊？小红吃你的蛋。小红吃你的蛋，你讲什么？哎，你们有吃过鸽包吗？什么割包？就是一个包，有没有皮的？有没有皮的？就是包皮，然后它有打花生的。你要割那个包皮吗？今天都歪歪的。那种吃，吃留下电话号码。哇，坑不坑？让我送他回家。听说你也曾经爱上过他，感情也同样无法自拔。好有爱啊！我跟你说，你们待会走一定要带那个盐水机。它本来是在这里是一个摊子，然后排队排到堵坏交通了，所以它就变一个店面了。其实我们每一次呢，来到那么多美食的街，是，我们都很疯狂的。他又想吃什么臭豆腐啦，他又想吃那个胡椒饼啦，我又想吃那个什么麻辣，糖葫芦啦，什么什么啦，红心芭辣也很好吃。对呀，台湾好吃的东西太多了，太多了，因为香港没有这样的街头。这个是什么？鸟蛋。借吃一口啊，借吃一口啦，来来来，来来吃一口看看。可以吗？哎呦，有起司，来。上个镜头就鸟蛋同学送我们的，谢谢鸟蛋同学。哎呦，王经理的同学，有没有很荣幸啊？小红吃你的蛋。小红吃你的蛋，你讲什么？你给我吃臭豆腐，要不说小红吃我的豆腐，我还吃两个。哇，那国语比你还差呀！乱讲话，你看。我还吃两个，还有两个。自拍了，自拍了，哎呀。他还有三个，哎 ，OK。一起来，一二。哎，你们有吃过鸽包吗？什么鸽包？就是一个包，有没有皮的？有没有皮的？就是包皮，有就是有割开了以后的那个，就露出那个馅儿来的。对，你怎么那么会讲？你看，哎，待会儿借你们带一份，然后它有打花生的。你要割那个包？不，今天都歪歪的。我已经有礼物了。你又有礼物？毛豆，我帮你拿吗？我帮你拿着。你们是来这里骗吃骗喝的，对不对？当然啦，我不是骗，但是真的从街头走到街尾可以吃到饱。对，真的。猪肝汤耶！你喜欢猪肝汤啊？猪肝汤，真的假的？猪肝汤来一个要不要？好，好，来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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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你好，你好。我要吃四神汤，你要什么汤？打扰了。你好，你知道我是谁吗？小燕姐。到了，32年前，1990年，还是处女的时候，我们也是90年来台湾。对啊，我很喜欢碰到你们，但是我又很害怕碰到你们。为什么？那时候我跟启泰哥主持好彩头，我记得。对，你们一来，我什么都听不见，因为全场一直尖叫，然后我们就这样，我们要主持，对，我们喉咙都哑了，然后看他们跳舞，我就跟启泰哥在舞台。好看，没有看过人这样跳舞，那个脚是真的还假的？还要硬是这样甩来甩去，你知道吗？好像很用力的，那时候没有看过人这样跳舞。你知道这是什么吗？哎，你吃一个看看，本肠，你吃看看，来，你知道你吃的是什么吗？猪肠，小鸡鸡啊，看，什么小鸡鸡？猪肠，鸡鸡切那么高段，有没有看到？开玩笑的，猪肠，对，你在担心。不会，不好意思啊，这碗是谁的？我不知道，我看到没有人动，我就送了。是我的。哎呀，你们不是猪肝汤吗？对，我们是猪肝汤，为什么干嘛一直喝我的？哎呀，吃完的感觉是用五步来呈现。好，不行啊，给力不给我这个碗，就让我好害怕。不害怕，不害怕，哇，好吃的。13年没有这个味。3、2、1，大头三，只留下电话号码，送不跟，让我送他回家。听说你也曾经爱上过他，这情也同样无法自拔。只留下电话号码，痛不
肯让我送他回家。听说你也曾经爱上过他，曾经也风向不满足他。来一个吧，老板，我们在你的招牌面前跳好不好？耶、啊 yeah, 啊，来来，哎，请转过来，转过来，太有力气了，预备，你们唱你们的，预备。OK， 好，一二三，他总是只留下电话号码，肯不肯让我送他回家？听说你也曾经爱上过他，曾经也同样无法自拔。我觉得你身体马上就好起来了。对呀、啊，老板先生，你简直好起来。记得每天跳三遍，好，身体健康哈。哇，你看，哇，你看那个汤浓的嘞。哇，吃宵夜，怎样受得了啊？怎么受得了啊？海鲜锅、炒猛锅，哦，没有，海鲜锅了。海鲜锅，你们要在小巨蛋继续唱，对不对？几月几号？3月18号。然后我那天看你怎么好像你的 IG， 你说哎呀，我又要为演唱会准备啦。我很小很小。哦，那个大概是5年前的。你穿一个橘色的紧身衣的，啊，对对对对，对不对？啊，对呀、啊，哎呀，这还可以吗？老气在身啊！因为我刚刚说，我们四个加起来都200多岁啦，对，一桌的妖精啊！我发现我们30几年的交情哦，其实我人生走到这个路哦，你知道每一个阶段呢？大家说这个外表，就是说你生下来是父母给你的，但是你接下来怎么活都是自己为自己负责。对，没错。制作人想都没想到，我们可以聊到谈这些东西。他说主题不是姐，这个、啊、可以啦，我们刚刚都三八过啦，我们也很有头脑智慧的，是不是？我不说了，我要做结束了，你要去哪里啊？真的假的？差不多啦，对吧？制作人，差不多。好啦，我们先做个结束啦，他要去拿东西喝啦。Okay. 在这边，我们预祝这个曹猛的演唱会成功，然后我们约定，我们四个人都要健康。嗯，也祝福家人都健康，好不好？好，祝福大家健康。